现在干啥呢？你管我喇叭啊！你这个，你听听着这几位所长，他们会给你说。江法律，现在派出所郑所长在这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的法律咨询事务所的工商执照办了吗？没有。税务登记呢？我看看。没有。江法律，我可告诉你，这法律咨询事务所可不是谁想开就能开。那得需要有一定专业资质的人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后，才能开办。请问，你有专业资质吗？没有。你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凭什么开法律咨询事务所呀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郑叔，你看。 什么态度这是？ 哎呀！啊，您上次去就是哭着嚎着，就是把这个奖视频改成讲法律，就为了开这个呀？对，讲法律，嗯。 三位所长啊，这样啊，这个事儿基本上清楚了，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他这开的还真就不违法，嗯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他免费啊，分文不取哈，因为他没有经营活动，所以他就不用在你们工商那儿登记了，啊。既然这样的，他没有收入啊，没有经营活动。 没有收入就跟你们税务就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关系啊？审批呢？他这玩意儿你还怎么看呢？这个讲法律咨询事务所啊，他叫讲法律，他不是说姓蒋的开的这个法律事务所，是讲法律开的咨询事务所，是这意思吗？ 嘿，所长英明，所以他这个还真就没有办法啊。那你说的也不行，我查过，你没有职业资格证书，啊，你不能开这个事务所。我爹没有，我有，10年了，3年前我就考了律师执业证书。 怎么的？你往后退一点啊，带你还赶紧回去。我不回去，告诉你啊，站着，我走着去。你让上车，啊，我今天我就跟你上车，我看你。不要妨碍我知道吗？我就妨碍你了，你看，怎么着？不要干嘛？你放开他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不是，别拦着我，你得说清楚，别拦着我，你这没说，别拦着我，走着走着走着，你今天你要上车，走，我告诉你，把我们全家都带走。你要不你让你把我车拿着，不行，哎，你说清楚了吗？就带人呢，你放开他。郑叔，他怎么来了？来，让一让，你打电话了？我没
大英子，这今天没上学啊？今天学校半天课。啊，半天课没在家做作业啊？照顾我妈。啊，你妈让你照顾妹妹哈。确实，你看看，你妈不容易。
你们七个孩子哈，这大大小小的，你当姐姐的肯定要帮着照顾哈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啥事儿都能耽误，就孩子学习不能耽误。那你放心吧，我不能，我不是那样。是，嗯，你看这个大英子，啊，我媳妇就说啥，就说你看人家张振孝家那个，七个女儿，你看，三个上学的，而且学习都非常好。啊，特别说大英子，说的这孩子要努力吧，嗯，考那个县一中一特别有希望，嗯，真的啊，是啊，是你这回你在班级考第几？第二啊，你年级考第几？第七，你看看这孩子啊，考第七，因为咱们镇中心呢、啊，镇中心学校每年嘛都要往这个县一中啊，就输送十几个优秀的孩子啊，他考第七，努力绝对有希望，要不努力啊，特别危险。就像跑马拉松就差100米了，你得冲刺。嗯，要不然你真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孩子得后悔一辈子，都是家长这个，你这时间都耽误到这儿来了啊！不是你干啥呢？啊？你让我来的吗？不是你给我对付什么玩意儿？你不回去学习干啥呢？快回去！知道了，赶紧！不是，怎么跟孩子说话？哎，咋的？来吧，把孩子抱走吧，来吧，哎，你看看，多好、啊！你看这大英子，然后学习成绩还好，还能帮你照顾孩子啊！哎，行了吧，就大英子这一生出来，一下给我带出来六个，这七个大丫头，你说咋？七仙女啊，那是，啊，天上七仙女啊，虎啸何玉萍啊，是吧？真有文化了，这词儿整的，是吧？你那是咋回事？你那个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你能不知道？啊，不知道能把你扣起来？我就不知道。江哥，这么审问是不是有点……来，你说。不是你先帮我。你站那站着去吧。好了，干啥呀？这玩意儿。这谁？张振孝，你知道为啥靠你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这两个韩管你换的？不是我。不，如果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是啊，刚才吴教跟我说了，说人刚才拉走了，救护车都来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已经看着，因为这吴教过去的学过法医啊，是骨折，有没有内伤？现在没有仪器，没法检测，啊，这到医院去了。但你骨折的你要花不少钱呢，要内伤就更完了。这赵老大讹诈我，他想让我给于永水花钱，瞧病。不是谁讹你？不是，就你还没说。哎，讹不讹呀？我一查就能查出来啊。这样多方便啊！就现在所有这种管子呀，全有编号，就是那个哪儿生产的啊，销往哪里啊，谁买的，这一查就特别清楚。真的假的？现在这个豆腐渣工程，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啊？就是现在的管理都跟上了啊，这里面应该有编号，是不是？啊，有，编号，我把它一拍，然后，你看，然后就一发，那边就知道了哪儿卖的，谁买的，清清楚楚。啊，真的呀！我现在得取个证啊，来。陆生，你先别拍，别动，陆生，别动，来，快，闪亮，来，我先拍。不是啥呀？我先取证，取这个取完这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给我陆生，不是怎么的？上来贼埋汰呀！你出来，不是我出来干什么？我取证来的。出来，你跟他说，他说你出来，你问他啥，他说啥。你放心，来，你出来。哦，真说。有事你问他吧，是不是哈？就是问他呗。那我现在问了啊。啊，问吧。张振孝啊，我现在啊，我依法啊对你进行讯问，你所说的啊，我们这都有录音啊，这执法记录仪是全开着呢啊，将来会成为最重要的证据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你记住没有？问你啥说啥，你别瞎咧的啊。好，我现在问你啊，这两个管子是你换的吗？是，啊，你为啥要换？哎呀，他磨磨唧唧的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是这么回事，这个水管子吧，原来它细，
这一下雨呢，他那管子里就塞的什么苞米杆子、乱七八糟东西，就给塞满了。所以说呢，内心就给换个粗的，这不就换了吗？哎哎、啊，你先稍微等一下好吧？啊，郑总，这么办案是不是有点不太严肃啊？啊，是啊。来，退后退后，其他人无关人员来让来都退后，来退避三舍，来往后。哎，不，这郑所，三舍是多远呢？30步，往后退。妈呀，那我们看不着。那啥，30步，往后退，30，数着啊，1、2、3，让，别看了。来说吧。原来这个管子不是细吗？赶上下雨天，柴火、苞米呛子，还有一些垃圾，都堆这儿了。这水就过不去了，这路面上面全是水，就漫过路面了。所以呀、啊，我就换了粗的了。那谁成想啊，这粗的不结实，这不就出了饮用水的事儿吗？哎，那郑总，进一步说话。啊，来。